没开过了。我不知道啊。
行建设性还是不行？觉得是真的不是不行，而且。
球迷在问说有个这个，比方说捕手可以打什么，那他可以推打吗？推打哪里？可以把这个。那如果你打成一个球，他基本上不会让你再推打，不会推打，对。捕手可以推在你后面。他那个动作把你推打垮了，那你就很自然而然的去了一个上路的动作。那绝对不能让他推打，避免会这样一个错误推打的一个状况造成一个受伤。这个过来，李承文虽然这习性非常高壮，而这时候韩国队有一个好的机会，没有人出局，那他们看起来想要出击。上次就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。